人之前饭是高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花了398买了三个虎虾，咱来看一下这个虾到底有多虎。确实虎啊，这个虾的个头没，总共是2斤，一个虾只有7两左右。这个虾须特别长，好家伙，比虾身都长。这个虾的长相跟玫瑰红虾一样，就是 plus 版本。咱就是清蒸，大口吃虾，绝对我也。撇几个生姜葱段，虾身上再撇几个生姜葱段，大火蒸上15分钟就可以了。小米椒跟蒜切成泥，咱们来做一个蘸料，浇上热油，加生抽、香醋、香油，来一点凉白开，滴一点柠檬汁，这个蘸料就做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！这虾黄背上的全是黄啊，黄里头是这个虾线，去掉虾肉总共这么多，然后这个虾黄特别多。我感觉虾黄比蟹黄好吃啊。嗯，这一口下去40块钱没了，有点肉疼，肉质很筋道。这大口吃虾还就是美。好了，虾我已经全部剥好了，我现在要变成一个无情的吃虾机器。黄，黄，黄。黄肉，最后一个。竟然吃起来饱腹感，大口吃虾就是真是我也，我还吃饱了。相同价位来说，我建议大家买波龙啊。说实话，虎虾这个肉啊，自身鲜度不够，所以这个滋味跟这个波龙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儿。但是它有虾黄，而且量非常大。如果你喜欢吃黄的话，可以买这个虎虾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。